民众用导航想前往桃园竹围海滩，但是导航却让他沿路过三关，不但道路窄小，还遇到行人人车争道，最后还遇上了一个魔王关卡，有一头牛挡住了去路，让驾驶好无言发文调侃，说以为导航多了道路挑战功能。而行车记录器画面曝光之后，网友也笑说，真的不能相信导航。想去桃园竹围沙滩，简单靠导航，但怎么道路立刻缩减，但还好难度两颗星，轻松过关。但第二个考验马上来，注意前有行人，大人兼小孩，步步惊心，连行人都要闪。但行人一个踩空，右脚掉进沟，这难度三颗星，勉强过关。终于快到巷口，但阿伯探个头，真正的大魔王来了。怎么突然出现一头牛凑热闹挡住去路，驾驶抖瑟瑟，因为大水牛还不时转头看着他到底怎么做，偏偏一旁的阿伯又挥起大手要他快快通过。影片抛网直呼，何时导航多了道路挑战关卡，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导航导不到，最快而已哦，导到那个竹围一港就找不到这边的路了。导航的道路挑战关卡功能让许多网友看了笑说，现在的导航真的很无言，拍死牛出来的时候跟着笑了。驾驶过关斩将，最后成功抵达竹围海滩，但他可能万万没想到，想去玩还得先过重重关卡。记者林柱强，桃园报道。